讲述的是一个暗恋然后没有结果的故事。可以清唱几句吗？你叫我的全名，心事都没省略。你叫我的全名，心事都没省略。就像第一次见面前却了解。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哎，回答到。你上学有暗恋对象吗？没有，但是上学的时候会有喜欢的偶像啊明星，也是一种暗恋吧，他本人也不知道我在喜欢他。对你来说暗恋是一种什么感觉？时刻关注他的动态，会观察平时喜欢什么，穿什么样子的衣服，爱吃什么食物。为什么取名悠悠？因为当时取名的时候就设想自己的名字，名字的拼音字母里面有一个 U， 打的时候就是输入法自动打的一个大写，然后想着一个大写一个小写就更好记一点。出道那么久，为什么现在官宣刘梦雨？因为平时我自己会去搜索我自己嘛，然后搜不到，悠悠们推荐一下洗面奶呀，然后悠悠跑腿什么的，想让大家了解认识还有悠悠刘梦雨这个歌手。你更希望大家叫你悠悠还是刘梦雨呢？我觉得都可以，就是大家喜欢叫什么就可以叫什么。